一个人一天正常都吃三餐嘛，那三餐理论上吃的食物也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就是用我的相机把我们每一餐的好吃的食物，就把它使用一点心力，就把它捕捉下来。然后我们把这些好看的照片跟看起来很好吃的照片呢，放到我们的那个。